我发现一件奇怪的事，就是今天早上我把龟丞相和小僵尸合了一下，变成了千年老妖。其实这也没啥问题。然后呢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我用千年老妖跟哮天犬合了一下，我说这是什么玩意儿啊？然后一堆窗口喊我说什么300W500W， 这都是个啥的玩意儿？